上午的最新讯息，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涉及 MG149 账户的案件呢，上午检方以证人身份传唤了负责账户核销的医务秘书刘如意跟叶克模组长蔡碧如，现场非常混乱哦。上午9:15，从来没有在媒体面前露面的这个刘如意呢，戴着黑色的渔夫帽口罩抵达北检，而组长蔡碧如也随后抵达。不过面对媒体，两个人都没有发表任何谈话，约谈将近2小时之后，低调搭着计程车离开了。